如果终有一日，我哋终要被灭声灭口，再听唔到香港人嘅声音，今日你更要珍惜之前有人继续勇敢发声 ，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炮轰不已，一直坚定坚持，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PayMe、Patreon 转数快叫交，力争公道、公义、公理，哪怕揭丝底里，在间美丽，战斗到底。力竭勝勢，直到勝利，請支持 My Radio。天天天南，主持謝義芳、宋景輝、錢建榮、張三。好，大家好。嗱，又得翻兩條友啊！喂，我想開個盤咧，下個禮拜咧，即係。邊個到邊個唔到咧？一賠幾嗰啲咧？下個禮拜好似我哋兩個都唔到喎。下個禮拜到唔到就九月初嘛。係七月尾嘛，鬼門關啊嘛。鬼門啊嘛。鬼門關我邊想我又唔會翻去嘅。我哋阿龍要講下依、這個遇難啊嘛。唔知喎，我唔知佢咪九月初講喎。啊，喂，不過即係總之係七農曆七月尾啦。啊，不過九月初可能我都嚟唔到喎，下個係啊，真係啊，真係。我唔緊要，如果咁你唔嚟，我一個人做曬喎，可以。因為我等好多年㗎啦。順便咁講啦，因為阿青哥個喪禮咧，就係下個禮拜一啦，即係守靈嗰日就係禮拜一啦。咁變咗我就可能真係嚟唔到啊。或者阿謝公咁，你介紹下邊位青哥啦嚇？青哥咧就係呢個報販業工會嘅一個領袖。咁因為癌胃癌啊，咁喺上個月度啦嚇，應該唔係今個月初度啊，咁走咗啦，咁啊即係我哋同青哥都關係良好啦，係嘛，咁阿教主同佢都好熟嘅啊，咁啊喺呢個圈裏邊都一個非常之吃得開嘅一位朋友啊，咁啊即係下個禮拜一九月。七號啫，咁啊，即係變咗佢喺呢個世界殯儀館嗰度就撤靈啊，咁啊變咗可能我一定要去嘅，咁所以下個禮拜一咧就應該我嚟唔到啦。不過咁，就算我哋宋主委咧都嚟唔到，所以你真係下個禮拜一咧，可能真係得一個人做嘅啫。耶！咁我叫阿龍寶你啦，我一個人做曬，我等呢個機會等咗好多年㗎啦。因為我哋阿宋主咧就下個禮拜一咧就係打第二劑，咁個老婆一定唔會嚟嘅。OK， 係嗱，咁咧就講到啦，即係下個禮拜時啊，咁今日咧就係八月三十號啦。咁咧就嗱，咁係咩日子嚟啊？謝公，我哋小學嘅時候有冇假放？好似有假放嘅，我記得就應該有假放嘅嚇。香港重光紀念日啦嚇，咁啊1945年嘅八月三十號咧，咁就香港就係即係宣布呢一日係重光啦。因為八月十五號咧就係日本去八月十五號咧就宣布投降啦。咁因為咧就係即係各地唔同啦，嗰啲因為嗰啲受降啊，係啦，受降儀式，因為咧就係即係各個代表、各個國家嘅政府啦，咁佢都有唔同嘅因為原本嗰班人都俾日本捉咗或者趕走咗，咁咪有啲叫嗰班即係原本嘅政府嘅人員啦，要翻翻嚟啦咁樣。特別香港啦，因為香港當時嚟講咧就有英國人啦、英軍啦，同埋我哋國軍啦，兩邊啊都係希望接受即係受降嘅，咁咧就。國軍已經去到深圳嘅啦，咁但係英國人咧就話咧，喂，你哋唔好咁入嚟喎，咁樣，咁但係最撚尾都有一批國軍其實嚟咗香港嘅，操過羅湖嘅而家，唔知而家係就係喺依個接收初期咧，同英軍咧係共同管治，即係做一個係即係警察嘅任務咁樣啦，係即係共同去維持依個香港治安嘅，咁係國軍又喺香港維持個治安嘅，咁咧而依個授權咧即係授降咧就係由依、這個。下國即係我下國度嗰、那個，下國度嗰、那個係啦，下國就係、是代表依、這個中國戰區啊最高指揮官啊依、這個蔣介石啊咁咧就係代表
咁所以夏國嗰日嘅受降嘅儀式嘅身份兩個，一係中國戰區嘅代表，二係英國代表。哦，咁咧就喺受降喺八月三十受降嘅。咁喺1946年咧，就係香港政府咧將一日咧就定為依個假期。咁最初咧佢用英文，最初即係依個假期最初係英文。咁最初亦咧係做係光復紀念日嘅，啊，即係光復香港。啊，咁後來咧就後來就亦就官方咧就將佢定咗做依個重光紀念日嘅。唔係，即係嗰陣時咧有遠見啊！屌你知道，即係喺1946年嘅時候咧就知道呢個2020年會通過呢個光。係啦，原來光復香港咧係犯法嘅。係，即係1946年的香港總督就知道2020年咧，就會犯呢個光復，所以咧就預言家嚟嘅。係啦，啊唔係佢係1946年叫做光復喎。係咯，後面就先改做重光喎。係咯，咪所以後來即係覺得唔妥。係啊，咁啊後來喂，梗係唔好啦，即係2020年如果仲嚴重光復香港咧，就會犯國安法嘅，咁就不如改做重光啦，係嘛？所以一直改咧就。香港重光紀念日咧就係咁嚟啦。咁如果大家上網睇啲係啲舊嘅圖片咧，你會見到咧喺卜公碼頭，即係大會堂對出咧，咁其實就會係有兩支旗升起嘅，即係就係一支係中華民國國旗，即係英國國旗嘅。啊，好，咁我哋講完依個今日嘅即係重光紀念日或光復紀念日啦。好，咁跟住我哋就到我哋講下啦，一套郵票啦嚇，叫即係中華民國建國110年。我哋睇下套郵票睇先。紀念郵票嚇，咁啊。大家睇個郵票，嗱都幾靚嗰個郵票。嗱，咁有6蚊、8蚊、10蚊、28蚊嘅。得個靚字咧冇用嘅，即係突顯唔到，咪突顯唔到建國啊！屌你建乜春嘅國啫？你睇下裏邊有冇同建國乜關係咧？佢話。哦，咁樣。係咯。嚇，有噶。大家見到個台灣國，大家咧睇到有咩問題咧？嗱，我哋睇下張圖先。嗱，即係右下角嗰張圖啊。嗱，我哋睇右下角28蚊嗰個先啊。嗱，望一望有咩問題啊？嗱，大家嗱睇唔真啊？我係揾另外一張啊，我係睇單獨睇28蚊依一張。好啦。嗱，依度咧就見到啦，有台灣喺度啦。但係問題出嚟啦。旁邊嗰個大陸好似唔係亞洲大陸嚟嘅喎，阿謝公認唔認到邊度嚟㗎？我睇唔到，我根本睇唔清楚啦，大佬。嗰度北美洲嚟嘅，嗰度係將依個台灣咧搬咗嗰度，太平洋搬咗去大西洋。咁嗰度咧就喺邊度咧？係南卡北卡嘅對出海面嚟嘅，啊上面應該係即係維珍依個維珍尼亞州嚟嘅。喂，呢啲錯誤都犯得到就真係好難喎，而家屌咁，所以咧就半日咧就因為佢嗱佢喺8月26號朝頭早上架，即係擺上網。佢擺咗上去呢個中華郵政個網嗰度。係啦，咁就係一個預覽圖嚟嘅啫，即係話嗱，我哋會出依個郵票啊咁樣。咁但係第一半日咧，下晝咧就下架啦，因為依個咧唔明點解咧。點解會出？唔係呢啲錯真係好難嘅喎，係咪？就好似你講啦，我要即係呢個台灣咧，我要獨立出嚟。唔係啊，我同亞洲大陸、中國大陸無關嘅。係美國第五啊，一個州啊嘛，屌啊！係咯，嗱，搬到嗰度咪似咯。有人就話啦，啊，如果即係陳百偉啊，啊單三票哥啊就話。嗱，我哋咧美國可以成為依個美國嘅第二州嘛。好啦，咁啊，即係依個啲烏龍咧就烏龍嘢啫。依個就其實咧就我即係笑下啫，冇乜特別嘢，即係但係唔知點解嗱，即係出郵票咧，其實咧都係應該出國係經過多重嘅把關嘅，即係由依個設計啊。唔係咯，你咁多人睇過，你抌咗上網，咁分分鐘即係係因為網上面有人睇到先知。係啦。咁即係嗰啲。審查嗰啲人根本就全部去咗交。係啦，嗱，咁如果俾我睇咧，我真係冇留意嗰個台灣，我就以為點解你係只係不過擺個地球儀喺度，咁咧嗰個啱咧就係美洲，右邊嗰個係歐洲同非洲嚟嘅，右邊就嚇，咁所以但係我都冇留意到嗰個原來台灣嚟嘅。好啦，嗱，講嗰啲啦。好，我哋嗱咁啊，即係最近就呢個啊。塔利班就非常之出名啦，係嘛？即係就因為呢個拜登就係撤軍，即係撤橋、撤軍都撤到
一塌糊塗啦，咁同埋呢兩日咧都有啲爆炸案啦，咁今日又都仲有，好似今日又有。係因為呢個 ISISK 啊，即係覺得佢覺得，屌你李班塔利班咁咪同美國勾結，係嘛？屌你，我哋先係真正回教組織。大家都話咧，依個塔利班係極端，點知個 ISISK 咧仲極端，仲極端過去，仲原教旨。係咁啊，塔利班咁嗱。咁因為我哋節目咧就唔講依啲咁嘅即係國際嘢，我哋唔講嘅，係即係少啦，唔係唔講嘅，好少嘅。咁我點解要提咧？嗱，因為咧依兩日咧應該廿六號咧喺台灣突然間爆出一個名詞，咩名詞咧？塔綠班啊，塔綠班係乜嘢咧？嗱，我哋睇一睇先。有人喺 PTT 嗰度咧就開咗個帖就講一樣嘢啦。嗱，我哋睇下。塔綠班，嗱呢個班咧最初嗱，應該其實最初咧佢係應該係用斑馬個班，嚇斑點個斑，綠色嘅斑紋，啊塔綠班，咁大家都知啊，喺台灣綠係代表乜嘢啦？嗱，咁咧佢首先啦，即係喺 PTT 啊嗰個討論網啦，網啦，咁咧就有人咧就即係。介紹一樣嘢，塔綠班係一會係個咩機構嚟嘅？嗱，喺國語嚟講咧，塔綠班同塔利班係個音係非常之似嘅。塔綠班跟塔利班係差唔多啦。嗱，咁佢咧即係其實就取笑依、這個調侃佢哋啦，係啦，民進黨嘅啫。點知咧就一直咧就係爆紅，到而家咧都係即係而家大家咧就越講越多，越講越多越開心，即係咧。等於當年咧，就係、是、依、這個民進黨就係、是就抹紅依個國民黨咁咯。咁但係今次咧，依、這個塔綠班咧係網民自發嘅，就其實國民黨真係唔識玩依啲嘢嘅。即係而家咧，將個塔綠班咧就俾個家族你睇睇先。嗱，同埋咧，佢依個名詞咧係令到依個綠營咧係無招架之，因為佢太好玩啦，咁咧令到成個網上炒得好熱嘅。他首先就介紹聖地賣家賣什麼呢？陳其邁啦，陳其邁高雄市市長，是啦，應許之地，因為是應許之地，即是如果在聖經裡叫應許 Promise Land， 那應許就在這裡，應許之地，應是什麼呢？就很簡單，很明啦，就是小英啦，就是煙路撒冷，這個呢我是讀成煙的，我們吃煙的香煙的煙。煙路色冷色冷，咁啊變咗咧耶路撒冷咯，即係啊。咁因為煙路撒冷啦，咁咧現任哈利法，咁喺回教嘅即係最高嘅就叫哈利法，咁又叫蘇英丹啊，即係蘇英昌啦嚇。咁佢貨幣五倍券嚇，咁點解係五倍咧？咁佢英丹講咗係就係啦，共同語言咁啊，第一個啊首都。克布爾咁大家知啦，就即係克布爾啦，係啦。好國家，阿富汗酋長共和國，阿富汗即係邊個啊？謝文燦咯，謝文燦。好啦，人口87萬係代表乜嘢咧？呢個就係選小英嘅票數啦。係啦，即係今次選舉投小英嘅人口就係817萬，人均收入。1450元貼文的一個是人工來的。好了，主流媒體大家說英語文沒什麼特別。好，跟著下一個，下一張圖，下一個就是這個大很多，一就介紹了有什麼產業了，主要糧食作物盧渣米，就是在前年即是去年應該有些是有些農田就被這個盧渣是污染了的。芒果是什麼來的？芒果啦，是啦，嗱，依個即係你係要跟開咧，即係先至知係乜嘢。芒果咧，原來就喺舊年即係喺前年年尾選舉嘅時候咧，就係唔係一個好出名嘅名詞，叫芒果乾，係啦，我哋下面芒果錦，係啦，主要出口商品芒果乾，就喺前年年底嘅時候咧，就是、網上就興就係話民進黨咧，時時用一芒果錦咧
係恐嚇啲人咧去投佢票嘅。好啦，主要肉類來豬即係啲受精豬啊。咁主要礦產資源就係乾淨的煤，因為咧民進黨咧就係燒煤，即係用煤發電啦。咁啲人就質疑，喂，點解你有乾有乾誒冇咁污染嘅核電，你唔用，你要用煤發電啦？咁佢就話：嗱，我而家啲煤咧好乾淨嘅。好啦，發電方式用愛發電。好啦，咁啊，跟住唔講啦，再嚟下一個，下張圖。嗱，呢啲咧都係比較好玩啲嘅。嗱，宗教嗱係英斯蘭教、伊斯蘭教啊，阿小英嘅撕破呢個藍營嘅。好啦，主神煙和華都係即係攞翻去嗰個走私煙嗰、那個嗰件嘢啦。啊，經典《賭南經》，《賭南經》係咩咧？其實咧，因為台語咧有個杜蘭啦。嗱，一杜蘭啦，即係呢啲係即係。等於我廣東話的是成日唔識講添啊，幹好幹啊，即係國語叫幹啦嚇。咁嘅賭南咧，亦都係咩咧？即係堵塞國民黨嘅言論啦。係啦，咁即係喺網上有個群組咧，臉書群組叫指示賭南，大家就就幾乎咧就隔日就做啲圖出嚟咧，就嘲笑依個係南營嘅。咁就賭南經啊，咁啊舊煙聖經。啊，咁如果係依個用國語啊，周煙先煎啊，即係舊約聖經咁依啲啊。好啦，無漢清先煎就無漢清德，無漢清德即係咩咧？賴清德啦，而家嘅副總統，有可能下任嘅總統。好啦，聖山偉峰謝公敬會啊，知唔知咩嘢？你偉峰哦。林偉峰，呢個林偉峰係邊個咧？扮中共嘅打手。係啦，依個咧就係民進黨人，佢就喺網上討論區咧。喺 PTT 啫嘛，俾人挖出嚟啦。我上個禮拜有講啦。佢就扮咧依個係中共嘅打手人，啊，就係鬧依個係鬧依個台灣人啊咁樣，即係令到台灣人一個敵氣同仇嘅感覺啊。咁咧就製造咧，即係大家係支持呢個綠營咁啦。中央上所親英子，親政治，依個真係賴正昌啦。好啦，所屬中派時業派，時業派啲咩嘅？我睇唔到。時啊，時間個時嗱，因為有十業派噶嘛。哦。咁佢咧時業派，如果國語時業派，咁呢個時業派個時係乜嘢咧？咪就係阿陳時中啦。陳時中啊。好啦，口號阿拉花媽，咁其實阿拉花媽咧就係一個阿拉花馬，就係依個回教嘅一個口號嚟嘅。花媽即係陳菊啦。啊，陳菊啊，花媽啦，好啦，咁跟住。嗱，呢老實講，嗱唔使睇咁多啦，即係佢呢啲咧一定要對台灣係啦，好熟嘅人咧。你先要知道講乜嘅。如果你只係俾一般出嚟，佢唔知你講乜。嗱，依度咧下邊都有啲嘅。咁咧咁其實咧就都幾玩。或者我哋又擺上天南嗰個臉書，大家有興趣咧去睇一睇啦。因為其實喺最初嘅時候咧係冇咁多嘅，即係原作者咧。咁後來啲人咧就係、是、集體創作啦，就加啲添啲依個添啲嗰個添啲。就歡佢都歡迎人哋創作嘅。係啦，即係家族越搞越大噶嘛。天堂福利72支高端係乜嘢咧？即係嗱。就係相傳咧，就係話七十二個處女啦。如果你即係肯拎住，肯拎個炸彈就炸死自己，連同同歸於盡嘅話，出處喺邊度咧？最早介紹邊個介紹嘅咧？金庸啊，喺個《倚天屠龍記》裏面就介紹嗱，嗰個係咩咧？嗰個係拜火教聖者啊嘅時候咧，佢阿金庸咧就喺《倚天屠龍記》本書嘅後記裏面咧就介紹到啊啊嗰個依一個。啊，咁要七十二個處女，咁大家有興趣咧，可以睇下金庸嘅《倚天屠龍記》裏面，啊，最嬲尾嗰本書最嬲尾嘅嘅故事嚟嘅。好啦，咁啦，跟住我哋再睇一張先，係仲有啲嘅。嗱，我哋睇得快啲啦。嗱，咁呢度即係因為唔講咧，大家就唔知噶嚇。嗱，職業一就係神國士，神國士係咩咧？國就係呢個覺醒青年。二姓張氏，張係咩？張羅網路張羅嗱。咁自從依個林偉峰啊，或者依一個係楊慧如嘅網軍一四名網軍被挖出嚟之後咧，咁咧嗰啲咁嘅網軍就俾人咧就稱為網路張羅嘅，所以姓張氏啦。依兩個咧，其實咧都係同依個姓戰士咧喺國語上面咧個讀音差唔多嘅啊。咁下邊啊，呢啲差唔多噶啦嗱。咁咧就嗱，我哋睇下第三嗰個咩隱藏職業騙神學社咩嚟啦？騙神
呃神騙鬼是指咩？蘇貞昌啊，佢連神都係咁騙嘅人啊，即係喺台灣人話佢。好啦，咁好似仲有一個嘅，咁我哋唔係多講嚇，依度下邊。好啦，經文依啲都係其實就都玩嘅，神説息事錄的，原諒他。啊，咁下邊嗰啲唔多講啦嚇。好嗱，咁我哋翻翻嚟啦。依、這個大家有興趣咧，就係我哋天天藍嘅念書睇一睇。好，咁塔班咧，我相信呢個名詞咧，仲有排，仲可以玩輪嘅，因為唔止輪啦。唔係因為大家會繼續創作落去噶嘛，好多啲。嗱，就算依個係即係佢裡面嘅內容啊，即係條項嘅內容咧，加係淡咗嚟啊，但係塔六丹依個名咧，即係喺舊年開始或者係再早啦。咁譬如阿謝公咧，係好早已經係叫佢哋咩六共，因為係六共一家親，即係大家做嘅嘢咧，其實都一樣嘅。咁六共咧，台灣都叫唔起啊！咁但係因為塔六班咧，即係好玩啊嘛啲名。六共咧就只係南明講嘅，咁塔六班咧，除咗六營之外，全部都大家都喺度玩啦，啊有得玩。好啦，咁呢個塔六班我哋唔講咯，因為都講咗好耐啦。咁大家去自己睇啦。咁我哋答主題咯。好啦，嗱咁啊，踏入主題咧，就係講呢個蔡英文嘅年青人支持度咧。就跌咗一半，咁有人形容呢個叫腰斬，腰斬。嗱，呢個仲有另外有人講係乜嘢咧？雪崩式下跌，係雪叫雪崩式嘅腰斬啊，唔係下跌，腰斬啊。係好啦，咁跟住咧就係、是、所以咧就成個民進黨咧全黨有夠小英啦，要啊，咁啊點解咧？咁啊扯聽道來啦，係咁咧就原來即係喺。咁啊喺而家八月份啊有個國政民調啊，呢個就係美麗島嘅電子版啊，即係電子雜誌咧每一個月佢哋都會做嘅嚇，咁所以咧就基本上就變咗你可以用呢個月去去比對上一個月或者對比對再上上個月，咁你會睇到成個民調嗰個變化。你睇過係美麗島嘅？係美麗島。啊，我睇嗰個係台灣民意基金嗱。台灣民意基金咧，咁其實就係非常之綠嘅。咁而美麗島咧就係係親綠啦。咁但係咧就相對嚟講咧就係比較係都因為可信嘅。唔係因為佢嗱，我哋唔好睇啲親綠嗰啲啦，完全因為比較偏綠啦。因為阿吳志嘉就已經俾已經離開咗民進黨啦嚇，咁所以咧。佢話開除，佢話唔係開除，我自己走嘅。即係唔係你屌？唔係你同我分手，我掟你煲嘅。好啦，咁啊，飛你。咁咧就係話嗱，呢個民調咧，民進黨好感度咧，正向評價冇光正向評價，總之即係對佢好感度咧，就47.8。係。咁啊，上升咗咧6.5喎，仲有得上升喎。即係嗱，呢個即係證明咧，民進黨真係好嘢嚟嘅。係。咁啊，負向嘅評價咧就44.9，就下跌咗5.2。係。國民黨嘅好感度咧。嘅評價咧就係20.2，上升咗2.1。係負向嘅評價咧就59.3啊，條撲街啦！即係仲咁啊，少咗咧1.3嗱。咁啊，即係從呢度睇咧，就咁啊，吳志嘉就話啦，佢話民進黨咁爛啊，即係佢雖然離開咗民進黨，咁佢都喺言論上面有時都經常都係同民進黨都有啲同聲同氣。係，但係咧，佢呢次咁講啦，佢話喂，民進黨去到咁 Q 爛，國民黨嘅民調幾乎係冇喐過。佢話：所以可見到年輕人對國民黨就唔好接受。國民黨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反感度太高。係喺20到29歲嘅反感度咧係達到68%。係即係話100個咧，68個係憎國民黨嘅。係撲街啦！屌咁即係喺國民黨。頭先我哋講咧，即係話國民黨咧就好唔爭氣。嗱，好似塔六班咁樣啦，係佢真係唔識話喺國民黨係諗唔到依啲嘢嘅。啊！咁你點樣？你捉唔到後年青人嘅心嗱？頭先講啦，美麗島啦，嗰、那個電子報啦，咁其實咧，佢2019年嘅民調咧，係喺咁所有嘅民調裏面，不管係嗰個政治立場定係一般傳媒啦，其實美麗島電子報嚟講咧，佢嗰個係最準確嘅，即係事後再睇翻嗰個出嚟嘅開票啦，佢原來係最準。好啦，咁我哋繼續講咯。30到39歲咧就係61.9，啊，即係增民進黨，唔係增呢個國民黨嘅。咁所以咧，即係話由20歲到39歲咧，平均嚟講都有成63-4係對國民黨冇好感嘅。咁啊，撲街啦。咁所以咧嗱，我話記住咯，嗱呢啲咧，嗱呢一扎人咧打唔到疫苗嗰扎嚟嘅。
即係你話啊，打唔到疫苗應該好憎民進黨噶嘛，係咪？因為我呢個年齡層，屌你由一排到去十二三項都冇我份嘅，呢一陣應該係最憎民進黨。但係佢憎民進黨之餘，佢對你國民黨都好感，啊，即係所以啲國民黨係攞唔到著數嘅。咁所以咧，呢個國民黨即係自己要好好地啊，即係自己諗諗啊。咁所以咧，民眾係即係雖然係唔中意民進黨，但係佢哋亦都討厭國民黨。這個、呢個咧冇得救啊！即係呢個五字家就話五字家係冇得救嘅嚇。好啦，咁啊，另外一個民調啦。咁呢個講兩啊，我哋只係國民黨嘅，我哋站喺國民黨立場啦，就只係國民黨兩個都市。嘅民調啊，咁啊，我哋講台中市，台中市咧，即係盧秀燕咧，信任度，哇，這個好高啊！信任度方面咧，有81.8%民眾表示信任，12.5%表示係唔信任，未確定回答嘅咧12.5%，信任比今年嘅四月咧增加咗8.5%啊，咁即係所以咧，即係盧秀燕呢個台中市市長咧。即係幹得唔錯嘅，但係你估佢下屆可唔可以連任啊？我估應該得喎。嗱，但係咧好奇怪喎，台中市市長咧好似係好多好多年咧係冇連任過，全部都係做一屆就收工喎。即係不論你個民望去到邊度，咁起碼而家目前嚟講，咪去到80幾都好少有㗎啦。好啦，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侯友宜。信任度咧高達74.1%啊，新北市嘅民眾對阿侯友宜嗰個表示信任。比六月份的民調增加了3.4%，咁啊14.2%就係唔信任嘅，咁誒比六月份減少1.1%，咁誒未明確回答嘅咧就11.1%，咁誒施政滿意度嚟講咧都有70.5%，嗱即係嗱呢兩個市長咧，佢有一個特色就係即係同中央咧係基本上唱對台戲嘅，尤其防疫，你話去到。由第三階呢個第三階警戒到跌翻落第二警戒，要開放曬所有啲餐廳可以喺餐廳裏邊進食。新北市同呢個台中市咧，唔好，我哋係因為有個民意壓力啊，即係民眾都覺得入餐廳食都係一個高危地方嚟嘅，咁所以咧咁。市長聽到民意咯，咁所以咧，就算你話而家去到第二級嗰個警戒階段嘅話，餐廳可以進食，雖然話咩梅花座啊，咩有隔板諸如此類，冇啦，連呢啲都唔好搞，總之餐廳都唔好來，唔好去食。喂，但係一個好奇怪的地方喎，台北市台北市嘅社防疫政策同依個新北市係同步嘅喎，大家兩去嗱去所以同佢。兩雙北，佢叫雙北市啊，雙北。其實咧，市長咧，大家係傾，即係其實有傾嘅，定期開會傾嘅。大家點做？因為佢哋咧係嗰太密切，因為好多人係住喺新北市，又喺台北市翻工，所以唔同步嘅話咧，你係嗰個防疫咧係做唔到嘅。啊，咁所以冇一樣，新北市點樣，台北市一樣，一定係照做。台北市點樣？新北市都係跟住做的。好啦，咁我哋講下蔡英文啦，講下呢個蔡英文嘅民調咧，喺信任度咧，嗱仲有嗱去到咁爛都咧，仲有48.3%個民眾表示信任，46.3%就表示唔信任啦。咁呢個咧就即係基本上係，如果喺民調嚟講，呢叫死亡交叉，或者48同46，即係話咧一半一半。中意同唔中意，信任同唔信任咧，一半一半。所以死亡交叉就係會唔會咧，即係個民調係本來高位就變咗低位，即係認同你嘅，本來高，即以後就呢條線咧就係依個走勢就持續落去咧，嗱依個就係死亡交叉點啦。好啦，咁啊信任度咧仲係比上個月咧微增0.2%喎，屌你當佢冇啦嚇，當佢冇啦。唔信任咧就比上個月仲減少咗0.4%。嗱，咁如果喺統計學上面嚟講咧，依個係當係冇噶啦。係啦。嚇咁啊，所以評價仍然處於分歧，交叉分析顯示咧，雲嘉南同埋高平，即係雲林嘉義，即係總之由台中落去啲啦，落去。咁啊，高雄同屏東嘅民眾咧。20至29歲咧，60同埋60歲以上啦，國小以下嘅大學以上嘅學歷咧，泛綠民眾等嘅族群咧，超過半數表示信任蔡英文啊，咁即係所以咧，雖然嚇搞到咁難，雖然我哋日日喺度鬧民進黨，雖然我哋呢個節目都係鬧民進黨，但係呢個
民調，我哋信民調啦，係咪？民調對蔡英文嚟講，好似就冇乜點影響。係啊，嗱，咁再仲有啲跟著分析嘅，咁咧因為今第一節時間到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好。